咳嗽，左手拉出去，提起来，往右手边搭过去，然后两手抓拿往下沉，好，两手分开，微微旋转一下，提起来，一开一合，虚劲，然后往下按，弓步，好。打这个咳嗽的时候要注意，手要送活，动要圆，沉式太极拳就是圆动，啊，要保持动开圆。好，检查一下，马步要稳，身体要直，左手拉，好，你看，重心往前弓步，抓拿。然后两手开，检查脸肩要放松，肘要沉，往下沉，保护肋骨，然后按往下推出去。啊，现在重心在右腿，所以右手在前面，左手在后面。好，动的时候手要活，你看。两手要送活，旋转，做一个开壳，按，往下按。好，再打一遍。好，旋转一下，右上角，好，往下抓拿，手臂往下沉，然后两手分开。肩保持松，壳旋转一下，按弓马步，身体要保持直，咳嗽